报告马先生，抓到一个奸细。叶将军，好，带进来。这个人在门口转了半天，鬼鬼祟祟的。 你是谁？到这儿来干什么？你是谁？我是谁？对你不重要，但是你是谁？对我很重要。不想说？好，咱们找个地方说去吧。带走。走。李老师，爸，他是我中学的李老师，您怎么过来看我？ 小颖，我没脸说吧？我们进去说吧，李老师。慢着，既然是小姐的老师，那也不是什么外人，有什么话就在这儿说吧。小颖，我失业了，我本来是想厚着脸皮求你帮忙，在你父亲这儿找份差事，没想到。 爸，那就请李老师进屋吧。李老师，请。谢谢。叶将军，幸亏这是林爱的老师，要万一不是。 您说要是刺客，那多悬呢！啊，还是把我的人留在你府上，这样我好放心。就算为我着想，好吧。谢谢，谢谢。你们都留下吧。告辞。 出去！有胆识！叶将军，我用生命担保，绑架叶夫人，绝非我们游击队所为。这个理由不充分。叶将军，我们党能够由弱到强，靠的是民众的支持。 战场上的胜负都不重要，我们绝不会用这种卑劣的手段来胁迫叶将军。我们也知道，绑架叶夫人的后果是什么。同时，我们也在寻找绑架叶夫人的匪徒。叶将军，我的话说完了，请你考虑。你在这儿休息吧。我希望在我夫人的事情没有查清之前，你不要离开这间屋子。 马先生，下午总裁办公室国防部西南绥靖公署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都给叶家去了慰问电话，叶家也一一做了答复。这是电文，下去吧。是。叶将军，我们对你这么好，怎么可能绑架你的夫人呢？ 何林，我是何林。我现在命令你去营救叶夫人，但记住，一个活口都不要留。包括叶夫人吗？你说呢？卑职明白。 喂，我知道你母亲在哪里。你是谁？问多了对你没有好处。什么条件？四根黄连。钱不是问题。
我怎么才能知道你说的是真话？信不信由你，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你母亲已经危在旦夕。在什么地方？斯南咖啡厅。 小黄鱼带来了吗？带来了，你在哪里？放在你的座位上，然后到街对面卖糖果的摊位，那里会有人给你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你母亲被绑架的地址。我凭什么相信你？你现在只能赌一把，4根金条，或是你母亲的性命。 叫小竹林，小竹林，我的搜索连在哪一带？能联系上吗？能，他们有电台，马上联系。你的搜索连交给宇飞指挥，他已经赶过去了。是，老陈在，备车。是。 请问，我是叶宇飞，卑职搜索连连长，奉命听从叶长官指挥。情况摸清楚了吗？已经秘密包围小竹林。 非土共济三人，院内外各有一名哨兵，小屋内应该是关押夫人的房间，但不清楚是不是有匪徒。做得好。叶总队长让我转告，务必保证夫人和陈妈的安全，务必留一个活口。你们是什么人？保密局荣战，行政队队长马斌。这是我的家事，你们不要插手。对不起，我奉马先生的命令侦破此案。你们最好退下，否则别怪我不客气。怎么？
小火拼。这枪一响，受伤的可不只是你我。这样，你们负责掩护，但不要干扰我的行动。好啊。辛苦了。哪个打的枪？报告，我走的火。要是夫人有什么闪失，我活剥了你。不是，是他把我绊倒，我才走的火。报告叶总，卑职也是救人心切，不小心摔倒了，连累了这位兄弟。要是夫人掉根汗毛，我住嘴。夫人在哪儿？小屋里。带路。是。把枪放下。这位兄弟，把枪放下，给我一个交代。我备足枪弹物资，让你回去交差。少来这套，是你们不仁，别怪我不义。你是求财，不是索命，这又何必呢？我言必行，行必果，绝对保证你的安全。不，我们共产党是从来不会怕死的。李飞，我们撤。是。共产党万岁！是吧？没事，我没事。是氰化物，我眼睛还没瞎。送你母亲回家。是。大哥，钱老板一出事，肯定得供出咱们振兴会啊。只有我俩和他联系，咱们振兴会不会有啥损失。可老蒋啥时候来啊？看来啊，只有我们自己搞情报了。怎么搞？咱俩现在是两眼一抹黑。嗨，老蒋来成都啊，一般住中央军校。明天我进趟城，看能不能混进去。那你知道他为什么来住中央军校吗？那地方警卫好，戒备森严啊。对呀，那你去不是送死吗？嗨，我去试试，要不行的话再想其他办法。行，那你去试试吧。妈，我知道您吉人自有天相，一定会没事的。菩萨保佑，多亏了少爷，那一枪正好打在土匪的胳膊上，要不然夫人就要受伤了。什么？要不是您拼了命的推匪徒，我也不敢开那一枪。陈妈，谢谢。使不得，使不得，使不得。陈妈，有什么使不得的？你看着他俩长大，他们给你鞠躬是应该的。我妈说的对，这哪还有主仆之分呢？
陈妈，本来就人人平等啊。小颖，下次不许说这种话呀。妈。小颖，不要惹妈妈生气。好的。哦，对了妈，那个折腾了一夜，赶紧回房去休息吧。是啊，你看我光顾着说话了，都忘了夫人昨天一夜没有好好休息。夫人，我扶您去休息吧。妈，去休息吧。你们俩也一夜没睡，早点休息吧。啊，嗯。夫人，我看经此一劫，少爷和小姐变得亲密了。嗯，是啊，我也看出来了。我保证，以后一定对你苛刻、粗暴。李先生，请吧。叶将军，夫人，夫人已经平安接回家中。李先生，请到前面说话。好，请。李先生，您慢用。哦，好。李先生锲而不舍，你怎么认定我会帮你们？因为我们有着共同的目标，叶将军爱国爱民，我们党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所以我们一定会走到一起，携手建设我们的国家，实现国家的独立、民主、和平和富强。若我和你们合作，你们想让我做什么？我大军已经西至，但战端一开，受苦受难的还是穷苦百姓，所以请叶将军联络老部下好友，争取掌握部队，协助我党策反，为和平解放成都争取更多的力量。国防部作战厅王副厅长到。叶将军，我回避一下。不必。哎呀，王副厅长大驾光临，叶某有失远迎，见谅，见谅。啊，得知夫人遭遇绑匪，兄弟特来慰问。惭愧啊，我一个闲云野鹤，有劳各位挂念。哈，夫人现在怎么样了？全子带队击毙匪徒，已将那人接回家中。啊。总裁的侍从果然非同凡响啊。请。这位是？这是我的秘书。叶将军，请你屏蔽左右，我有要事跟您相商。啊，诸位长官，我先告退了。什么时候来呀、啊？不知道、啊。要不去问问？哎，问问。哎，长官，运粮车到了吗？车还没到呢，别堵路上。不知道怎么着？好，走走走，行行行。老三，机会来了，看见了没？他们肯定要找人卸车，你在这儿等我，我一会儿就回来，听见了没？好，二哥，万事小心啊。哎呀，没事儿。哎，各位老大，各位老大，赏口饭吃。哦，你是想跟我们合伙混口饭吃？哎，对，混口饭吃。行，懂规矩吗？规矩？什么规矩？废话，这是老子的地盘，你入伙得交入伙钱。啊，我们这规矩就是啊，甭管你赚多少，我们老大都得逢五抽一。啊啊，那行吗？啊。行行行，对一边去吧。哎，行行，谢谢。对一边，一边。干什么？大哥，哎，长官，哎，你这话实际没干不干？干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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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随口胡诌了一个秘书头衔，李先生不会见怪吧？叶将军多虑了，刚才那位高官此行的目的不只是慰问吧？
要拉我为蒋家卖命。我叶某当年追随中山先生，求的就是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众多义士血染中华，换来的却是老蒋的独裁统治，老百姓的苦日子日甚一日，如陷水火。叶某屡遭蒋系排挤压制，本想偏安一隅了此一生，但蒋介石步步紧逼，要我为虎作伥，更不惜绑架我内人，逼我就范。我决意追随人工，反了他老蒋。叶将军，我代表共产党欢迎你加入人民的阵营。贵党需要我做什么？李先生，您说的具体点吗？叶将军要配合我军干扰蒋介石，使其判断失误，为我军顺利打开四川大门创造机会。李先生，我的手里只有一支没有战斗力的准军事武装，你让我去干扰老蒋的战略判断？这就是老蒋的西南会战布防图，是可靠吗？绝对可靠。叶将军可以根据布防图有的放矢地做出判断，争取在最短时间之内让蒋介石相信您是在世孔明。我这个在世孔明当得可真容易啊。我判断贵军的意图是在川都方向由湘鄂西进川黔，然后迂回重庆成都。是的，我军的意图就是由川东进四川。那我这个在世孔明就要做出共军由川北入川的判断。不，叶将军，你要做出由川东入川的判断。哦，李老师，您谋到职位了。好，令尊大人让我做他的秘书，谢谢叶小姐啊。李先生，这是犬子叶宇飞。好，宇飞啊，你到六品局订餐，为你妈妈压惊，顺便也为李先生接风洗尘。好，李先生，请。好，请。连长，装修工带到。长官好，长官好，长官好。你出来啊！叫畜生出来！这山干活的吗？给我赶出去！去！别！秦连长，我能干活，我有力气，真的。哎，你咋晓得我姓秦呢？你这不是写着吗？你认得那字啊？认识。那上面写的啥子吗？大成都固若金汤。会写字吗？会啊。叫什么名字啊？丁大海。想不想当兵啊？我想啊，我想当兵，当兵就可以不要饭了，可以吃饱肚子。我想当兵。那就给我当文书。文书？文书是干什么的？是什么官？就是抄抄写写。抄抄写写。好好好，秦连长，我算是遇到贵人了，谢谢谢谢谢谢长官。你们几个干活去。爷，跟我去洗一下。走走走，干活去。走啊，快点快点。人工来信，叫我弃暗投明。都坐吧。宋庆龄先生，人工当选共党中央政府副主席。总座作何打算？我意弃暗投明，给四川找一条生路。我愿为总座马首是瞻。你们要想清楚，此事若泄露出去，必会招来杀身之祸。能为川人谋福，死得其所。若能死得其所，夫复何恨？这是总座说的是吗？李先生，请吧。这就是我说的生路，跟随人工与共产党合作，
推翻蒋介石统治。谢谢，长官，请出示证件，请。报告。进来。少爷来了。参谋长。有。带二位先回吧。是。李先生，也请你回避一下。让玉飞进来吧。是。韩主任来电，询问您出山一事。爸，你认为是什么人绑架了你的母亲？军统组员惯用氰化物自杀，共党方面从未听说。把话说清楚。是保密局特务，但现在死无对证，无法追究。不然，我一定会向总裁禀报，一查到底。不愧是蒋介石的侍从啊，忠心可鉴。爸，我宇飞啊，我老了，你要撑起这个家，照顾好你的母亲和妹妹，尤其是你妹妹。最近我看到你们兄妹之间有所改善，我很高兴。你们都已长大成人，有权选择自己的道路，只要不是祸国殃民、为非作歹，我都不会干涉。我不想你们把党派之争带到家里来，更不想有朝一日看到你们兄妹相残。爸，我怎么可能会对你？不用解释，我知道党国一直在宣讲，为党国的利益可以牺牲一切。爸，不管哪个党，也不会把泯灭亲情作为忠诚的标志。我不想听到你的解释，我要听到你的保证，保证照顾好你妹妹。爸，我用生命保证，一定会照顾好妹妹。很好。告诉你们主任，西南战局稳定为先，我愿效忠沙场，但我是有条件的。什么条件？这是今天国防部王副厅长给我送来的卖身契，你看一下，罗列了十几个职务，均有名无实，无一堪用，真是难为老蒋了。蒋介石百密一疏，早已送给你一个重要职务啊。你是说我的民众自卫总队？蒋介石对地方势力并不信任，我们要为起义做准备。其次，如果外围打响，溃兵进入市区，势必会影响市民，自卫队在维持治安方面会发挥极大作用。第三，自卫队由市民组成，遍布大街小巷，这等于是我们暗中控制的市区，极大拓展我们的活动空间。第四，解放后，自卫队是维持治安、保障稳定的一支重要力量。都说你们共产党精英荟萃，今天我总算是见识了，真是有远见呐！把自卫队变成自卫厅，变成军事武装。再者，老蒋得给我钱，给我枪，光杆司令，我没兴趣干。是，我马上复命。谢谢。
长官，请出示证件。长官，请。啊，那个刚刚进去的士兵是哪个单位的？军校勤务连新招文书丁大海。不错，能熟练记住每个进出人员的单位和姓名，很好。谢谢长官夸奖。去吧。是。过来，你过来。长官好，有什么吩咐？老二是吧？我警告你，离黄浦楼远一点。长官，你说什么啊？我听不懂。带话给许东，我要见他。哎，今儿干啥子啊？那个开车那个，他都是哪个？一个侍从，他问我是哪个单位的。侍从，关你啥子事？走，给我打酒去。啊，啊走。哎，你们明白了吧？今后你们要努力学习。千夫辜负了党国对你们的重托。小燕啊，令尊是怎么答复的？家父感谢总裁厚爱，愿重披战袍，但家父也提出了条件。什么条件？家父不愿意当光杆司令，提出要总裁给枪给军费，而且要把现在的自卫队改成自卫厅。太好了，小叶啊，总裁一直在讲，家父是党国的干臣，必会为总裁效命。我很快会把这个好消息报告给总裁。主任，我下一步的工作，大战在即，趁这段时间还算平静。回家好好陪陪父母，当然了，侍从的职责你也不能忘，随时准备归队啊。卑职如果长期不归队，同仁们会有意见，也有损主任威信。你劝说令尊出山立了大功，我给你放几天荣誉假，别的侍从说不出什么的。感谢主任关照，总裁随时会莅临成都视察，我想还是尽快回来熟悉一下情况，以免总裁视察后出什么纰漏。很好，常回来看看。年轻人切不可玩的心太野了，我这就去向总裁报告。跟你说个事儿，啊，军政首长和民主人士写给策反对象的信到了，是吗？嗯，啊，对了，许东的部下丁大海打入了军校勤务连，很有可能在预谋刺蒋。只要他们对蒋介石动手，不管能否成功，肯定会引来蒋介石政府的疯狂反扑，那将危及我们和平解放成都的计划。这许东是绿林好汉，地主老财才是他们的目标。刺蒋能带来什么好处呢？他们使用的联络口哨包含的暗语是三民主义。许东没有政治诉求，为什么会用这种暗语接头？这里面肯定有问题。口哨，不同的曲调代表不同的话，这是许东武装内部的联络方式，当年他曾经交授给我。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相互倾轧，这会不会是某个派别利用许东武装来刺蒋？很有这个可能。许东天性善良，加上出身绿林，很重义气，如果被人抓住弱点，
很有可能为敌所用。这就是丁大海，问题可能就在他的身上。他能打入军校勤务连，并且敢在戒备森严的军校里面活动，必定有一定的应变能力和超常的思维。或许他现在就是许东武装的大脑。老李，马上派人盯着他，尽快找到他的幕后主使，制止刺枪。我想办法与许东见面，争取说服他放弃刺枪。好。我马上派二愣、小周盯着丁大海，你要注意安全，不要激怒许东。吃饭的时间到了，又不许这样了。知道知道，请吧。讨厌。亲戚给的，没舍得吃，留给你啊，吃，多吃点。嗯，太好吃了，我好久好久没有吃到这个味道了。哎呀，像腊肠这种东西，餐桌上随时都有。你一个大户人家的小姐，居然好久没吃了，蒋介石真是搞得民不聊生，可见底层的百姓日子有多苦。任贤，嗯，以后还是说话注意点吧。萧颖，我觉得你变了啊！以前啊，我们经常在一块儿探讨时局，你说的话总是让我热血澎湃。让你小心点总是好的了。哎，干嘛？你也吃啊，大小姐。嗯，嘴里都还没吃完呢。别咬着舌头啊。嗯。坐。站长好。有什么发现吗？一切正常。你们都下去。是是。站长，有件事我不知当讲不当讲。讲。是。站长，共党绑架叶母一案，叶宇飞先与我们赶到，我觉得这件事情有些问题。叶泽鸿的旧部调了一个团的兵力到郊外搜索，先于我们赶到，这很正常。站长，我们一直在监听邓锡侯九十五军的通讯，请。这是电讯股吴亦听到的明语呼叫。